去走北岔，从满月岩的天德巷出发，先经过拉卡山，然后再直攻北岔，再走多爱山下来。这里是天德巷的尽头，要过一条溪流，过去就是山路了。在水泥的水塔旁边左转，这条路继续走。现在我们沿着河岸边的小路走，一边是山，一边是河流，潺潺溪水。这里是一个休息的平台，这边喝个水歇歇息。现在是7:22，拉卡还有 1.8公里，就在前方。这里是前往拉卡山的路上，休息平台休息一下。海拔高度大概860公尺，现在是早上7:54。哇，看到天了，上到林线了。这是一个假山头，前方还有陡坡。这个休息平台高度是990公尺，是一个林线南部，两边有风。现在是早上8:12，到达拉卡山前峰。这里是拉卡山前峰，标高1145公尺，无基石，周围无展望，往前大概在20分钟就可以到达拉卡山。这里是安布的低点，两边都是树木，前方就是一个峭壁，爬上去就快到了。这里是一个制高点，并不是爬上来，路在旁边，还有100公尺左右。我们现在走在零线上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指标。往左边呢，可以到达天德巷满月岩的停车场；往右边呢，就是继续往拉卡山，大约5分钟。加油！拉卡山基石快到了。来，这个岩石要攀过去。来看一下这一片石壁，很壮观。就是这片石壁，上去就到了。没关系，你先不要上来。好，没关系。我等一下下再下来。不用了，拿上去就好了，不用浪费体力。到达拉卡山，19。看你那边是多少？11。这里是拉卡山。它是一个森林三角点，标高呢1195公尺高，周围展望很棒，可以看到群山，视野很好。现在我们要离开拉卡山了，接下来我们要前往北岔天山塔开山，会经过东满步道4.4K。
可以看一下这个步道，这个指标，前方就是往东满步道，北岔天山，东眼山的腰绕山径，大概25分钟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下到了东满步道，这里是东满步道，现在是9点25分，我们继续往北岔天山前进。啊，来到这里休息平台了，北岔天山的入口，这里就是岔天山自然保护区的登山口。这里是北岔天山的登山口，距离北岔天山还有 6.3 公里，约210分钟。在东满步道的分岔路，现在我们进入北岔天山的登山路径了。头一次进来，前面也有人。这里是北岔天山的登山山径，熟悉又陌生。熟悉是因为经过很多次都没有进来，陌生是因为第一次走进来。这次终于申请成功了。Go！ 现在是早上9点45分，距离水源地还有800公尺，我们来去水源地休息一下，吃点东西。北岔的山路规划得很好，很清晰，没有什么杂草，又好走。目前在前段这里，这里沿途都是林务局新竹林区管理处的黄牌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指标，现在这个岔路小乌来登山，左边就是小乌来的第二登山口，2.65公里，大概2个小时。然后右边呢就是东满步道登山口，1.7公里，大概1个小时。距离北岔天山还有2公里，约2.5个小时。水源地就在前方约100公尺的地方，这里有一个用木头架起来的便桥。到了，这里就是水源地。有青藏宫顶啊。这里有一个棚架搭的便屋。汴梁亭公寮，这里是水源地，标高大概是1318公尺。水边呢有人做一个轻便的遮雨公寮，可以在这边做简单的休息，煮东西吃。目前呢是10点10分，旁边的这条溪水很干净，山友都是用这个水来煮的。下一个目标是北岔天山，但是会经过木屋遗址，先来去木屋遗址看一下。来到这里，路边有棵大树爷爷，超大棵的神木，还有张开口。现在在我后方有一棵大树爷爷，神木级的，这里标高是1326公尺高。来到这里是一个开阔的地，山楂路，看一下这个指标，我的右手方呢，就是可以从小乌来的第一二登山口进来。哇，上面有猴子，哇，跳得好快，也可以通往鹤威神木群。这里就是木屋遗址。这里是木屋遗址，标高大概是1322公尺高。然后我们现在来到这里，早上10点38分。
来看一下，距离北岔天山塔开山还有 1.5 公里，开始要陡上了。看一下这么陡，还要攀树根上去。哎呀，落来可能比起来较歹行，因为陡下。沿途都非常的陡峭，路基都冲掉了，只剩下树根柔弱，超级陡。哦，有一说一群十几个吧。哎，对。哎，他们已经下来了。哦，你把背包丢在水地了。对对对。这里标高大概是1600了，旁边都是三毛榉，漂亮三毛榉开始长椰子了。这边石林很漂亮。嗯。石壁已经上去，我们可以看到前方那座山头，应该就是北岔天山了。这里距离北岔天山剩下600公尺，前方都是三毛榉。地上也有去年掉下来的三毛榉枯叶，哇，这里有个阶梯还要再上去，超陡的，两层楼高、哇，这一段超陡的、一直上去，又是阶梯又是绳子，又是阶梯又是绳子，哇，好几十公尺高，好几层楼，哇，这啊，走到这里腿快要抽筋了，铁腿。这里是标高1664公尺，距离塔开山北岔天山剩下还在65公尺高，剩下约500公尺的距离，加油。后面有没有看到这么陡，阶梯一直上去，攀爬这个树根上去，沿路都是拉树根。来到这里有个岔路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南岔天山啊，9公里啊。从这里到，可以往南岔天山，但是是连林树峰，路途山远，超级远的，是从这里去。往北岔天山，大约还有20分钟，是往这个方向。这个是以前的木板指示牌，现在都已经腐烂掉了，朽腐看不清楚了。我还要再这样下去，下到那个安部，然后再直上去，这座才是北岔。最后一个山头，是不是最后一个山头？不知道。超高的，到了，到达北岔天山。这里是北岔天山，标高是1727公尺高，它是一个二等三角点，边上呢是1533号。周围有一些树木挡道，但是有一个观景台。啊，这里有另外一个三角点是二等三角点，然后编号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1125号。这有两个三角点，这里观景台看出去，今天都是雾，也没有什么景观可以看的。离开北岔天山，现在是12:50，接下来我们要来去
多矮山，大概15到20分。前往多矮山的半路，这里有一个水泥柱。到了多矮山，那个景点都摸到了。这里是多矮山，它是一个森林三角点，保安临界的水泥柱，标高呢是1700公尺高。啊，我们今天三座山都拿到了，真高兴，耶呀，赞！周围展望很佳，视野好，但是今天有云雾笼罩，所以看不清楚远山。现在我们要离开多矮山了，直接陡下回到满月园了，大概还要3个多小时。来到这里刚好是一个分岔点，往左呢是盐湖路线，路径原始，人比较少，但是比较快到。往右呢则是传统路线，往安部约40分钟。来，我们走比较近的路， Let's go。现在我们走岩石路线下去，也就是水路，下雨的时候这里充满了水。现在我们要下山了，心情呢又比较轻松啦。该走的爬坡路几乎都走完了，剩下的就是下坡路了。看一下我后面就是水路步道，又来到一处大岩壁。在我的后方有两块大岩壁，这里大概是1514公尺高，目前时间是1:58，还有4.多公里要走。我们现在来到一条溪了，准备过溪，小小的溪流，还好水没有很强，很容易通过。这里的标高大概是1355公尺高，路边这棵树呢，因为白化，然后根部又被腐蚀，所以整个就倒了。来到这个分岔点，往左呢就回到北岔，我们刚刚说潮湿土路那里的分岔，然后往右呢，我们就可以直接下到东满步道，然后回到满月园森林游乐区。我们取右边，直下东门步道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指标，好，现在往东门步道大概剩下50分钟。这里一直到满月园可能会渡溪，所以呢，雨季或豪大雨的时候千万不要走这里，会过不了溪。即将进入东门了，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柳山林的充满分多金的地方。来到第三条河流，浅浅的，很轻易的就可以过来。这里是第三条河流，再过去就可以到东满步道了，标高1032公尺高。在400公尺我们就可以到达东满步道了。现在我们来到了第四条河，这条河是超大条的，要小心的通过。OK 了，会大力哦，会大哈。即将越过第四条河，哦，这条溪啊，水比较强，而且河面很宽，越过这条溪还要拉绳，头一次遇到。这里是第四条河流，超大条的，
这里标高大概950公尺高。哇，我们现在横越过来。离开大溪流，我们现在要直接要去东满步道。从丛林中上来了，哇，太强了！丛林中的路，我们刚刚从丛林那边过来。刚刚呢，我们从底下没有路的路，跑树林这样上来，终于上到了这个东满步道，有惊无险。现在我们来到了东满步道了5K 的地方，先要来去游客中心补给一下。这里就是水源地，可以装水呢，到前面的杉木林营地组。来到了杉木林营地了，这里是杉木林营地，标高大约是906公尺。好，可以在这边野炊，煮午餐，煮晚餐。到了，旧的往那边直走。对，还这么远啊？东满步道结束的这地方就在这里。现在在满月园的园区步道里面。哇，他前往游客中心。到了，到了，终于来到了游客中心。前方这个就是银杏林，这里是森林小铺游客中心，标高是470公尺。接下来我们要前往新的游客中心，会经过，然后就要回去了。这里是新的游客中心，还有蝴蝶馆，还有各式各样的场馆。这里是新的游客中心，高度大概是434公尺左右，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场馆，好提供展览。我后方的就是蝴蝶馆，然后再转过来这里就是森林馆。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满月园森林游乐区的大门口了，现在已经超过五点，目前是5:18，所以大门已经锁起来了。我们要从右边的滚轮走出去。走了，这里是满月园森林游乐区，旁边这个就是拉黑。今天我们走了16公里，陡上应该有超过1300以上了。回到了第三停车场，就是我们停车的地方了。今天我们的任务是走从拉卡山，再到北岔天山，然后经多崖山，回到满月园森林游乐区。任务圆满成功，耶、yeah, 拜拜。二层楼，我想。